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den。嗨，我是刘轩。欢迎大家收看 L Couples Wiki。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讨论的话题呢，是和前任当朋友适合吗？那你觉得分手后到底可不可以当朋友呢？当然可以啦。问题是应不应该？因为要看说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是否还有一点点的感情，你自己心里面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对，还有当然就是你现任的感觉。对对，或许两个人心意不一致，一个人想复合，另外一个人不想，那这样其实也不应该。像我自己曾经有碰过一个就是前男友啊，他是打岳阳电话跟我分手嘛。那我们其实因为当然因为他在国外念书，所以我们就很久很久没有联络，就是我们两个其实就碰面喝咖啡，然后我有那时候有让你知道嘛，我们去喝咖啡，然后回来了就是聊聊聊聊完以后回来以后，然后你就突然跟我讲说，哎，那个谁谁谁不是你前男友吗？我说对啊，怎么了？他说他脸书加我好友。哎，所以后来你知道我那时候前男友，他发现我的现任男友是刘轩，他后来比较想跟他当朋友。请问，当你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什么感觉？突然觉得我自己被当踏板的感觉。OK， 没有，我是想到选你的另外一个。然后你们都已经约好了。其实我那时候去健身房健身，然后健身完以后，我就拿我的手机从 locker 出来，发现他给我一个简讯，然后就告诉我说，我以为我可以跟你见面了，但我发现我不行，就回他说，我尊重你的决定，我说等你准备好，你再跟我联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人的对话。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心里面的感觉会怎么样。通常我们会介意，就是跟前任会有任何的联络，是因为我们担心会还是有那个情感，所以如果你自己觉得没有办法相信在自己在这个方面的控制的话，那您可不要见面。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的一个 honest 的沟通，诚实，对，诚实的跟彼此沟通是比较重要的。对，而且我觉得要不要跟前任做朋友啊，我们就可以先跳脱出是不是前任，而是先看待自己对于朋友的定义是什么。觉得朋友真的 overall 对我来讲真的就是可以开心，然后安慰我，然后可以听我倾诉。那如果今天这个前任他没有办法符合这样子的需求，就是你为什么要跟他做朋友呢？所以意思就是说，当前任已经分手之后的话，如果想要当继续当朋友的话，他就要变成一个姐妹。大概是这个意思。是这意思吗？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两个人的双方是有所求，这个所求是什么？你可能会觉得希望可以复合，然后或者是说你可能希望从他那边得到一些好处，例如说有些人就说，因为前男友他可能把生意做很大，你觉得可能跟他当朋友还会有一些工作的机会等等，我觉得这种有所求就不应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个朋友，是不是前任我觉得倒是其次，就是先回归到朋友的这个本质，它的意义到底对你来讲是什么。对，而且你自己必须要先站稳，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你自己的界限有没有办法先守到，拉好。例如像是晚上十点之后不要给对方打电话，即便他还没有对象，即便他是单身，但你不要给他打电话，因为如果你超过十点给他打电话，对方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为什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会有不同的想象空间。对，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说我们跟前任都还是朋友，但只是不会联络的朋友。我们其实从以前两个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前任不是一个 issue， 因为我真的觉得说当你相信你跟你自己现任的感情的基础是很坚定的时候，前任他就是一个曾经过去发生的事情，没有需要特别的介意。但我有一个例外啦，就是如果今天我跟我的前任出去，他批评我的现任男友，那我也会觉得到此为止，因为这是我的现任，不管你对他有什么就是意见啊或什么，除非你是非常非常确切说，哎，我知道他最近在偷吃，然后我就会去 find out。 但除此之外，如果讲一些风凉话说，哎呦，他其实也没怎么样，这种我觉得真的就不需要，到此为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大家一起彼此尊重的。如果你的前任很尊重我，我也会尊重他，这是一个彼此的一个关系。但我觉得多余的担心其实绝对会是你现在感情的威胁嘛，那我们就杜绝那样子的担心。分手后还可以当朋友，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必须要放下过去对这个人的不满，一定要先放下过去你们还是男女朋友那些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当朋友你真的不会在乎这么多，你也不应该在乎这么多。